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，华北重镇大屯、太原、临汾等相继落入敌手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山西省政府被迫向黄河对岸的宜川境内撤退。人祖山位于黄河岸边，饰演护我军撤退的一道天然屏障。
行け！你看，放开我！玉琴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この女は向こう山の中国人の妻です。嗯。你们的认识，你说。产生干什么？回答我。人祖山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，是我们中国人的山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们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？你不说我也明白，你的男人就在山上，对不对？他是条汉子，他会好好的收拾你们这些强盗。好，好，妈，放开我！弟弟，还要放开我！举起！山上的将官，听着。你的夫人在我的手上，只要你们放下武器让我们通过的话，我哥可保证绝对不伤害他的，并安全的把他送回家。你给我听着，如果你有种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，用一个女人做要挟，你不配做一个称职的军人。我大日本帝国之刃，为了完成使命是不择手段的。你们还有五位皇冠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别想了，我的男人我知道。保重，你的身后就是咱的家，有爹有娘还有妞妞，你不能为了我让这帮强盗去伤害他们，去破坏咱的家。快开枪，开枪打死我。快连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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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句话呀。你保重，你还记得你对我的承诺吗？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让你娶我。
我还要做你的女人。开枪！快开枪！Cool.